大家好，我是坚持介绍大家好房子的大奇。今天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圆球，这是我们丰源新宿它一个艺术品，它叫做原生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丰源新宿的中庭。哇，他们这边中庭有一个生态池哦，我看。大家都热这么热情，你看，还有一只龟龟，很可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它的梯间，这边我们一层是三户，户数非常的单纯。这边是它电梯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电梯旁边这边有用这种瓷砖，那这瓷砖的配色起来这样子蛮好看的。消防栓在这个位置，那这边有一户。灭火器在这个位置，它的梯间非常干净哦，而且它在我们楼梯转角这里，它都有做一些采光，让我们可以在不用开灯的，这只要是在白天不用开灯的状况下，它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采光，非常舒适。那这边有一户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这户。那就带大家来看啦、好，那我们现在从门口进来咯。这边是客厅的部分，那这个是神明桌，我们就先不看。那往这里看的话，可以看到屋主他非常的雅致，他这个很多木头的这一种家具，让整个空间的摆设就更加的美轮美奂。这个很复古的这个。电话特别，这边有一些艺术品，那包含这个观音的神像。哇，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画好了，这今天根本是来那个欣赏艺术的，不是来看物，是来欣赏艺术。他每一幅画都非常的漂亮。对。那我们这个植栽，有一些植栽，哇，这个艺术品真的太多了，这根本就是艺术的飨宴。来看一下它的客厅，都忘记是来介绍房子了。那这个客厅，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生态池哦，一些可爱的小鱼，很多植物。那这个。也算是我们工作阳台哈，那它就是它的洗衣机是放这个位置的。那我们使用天然瓦斯，所以可以看到天然瓦斯管。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哇，这个风景真的太棒了！这边还有一只白鹭鸶，好可爱，好吧？可以看到白鹭鸶。那这个方向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丰源车站，所以这边的地点跟交通都非常好。那跟大家讲一下这里的地点好了，我们这边如果要去丰源火车站，骑车2分钟；南洋国小骑车一样2分钟；去庙东一样2分钟，所以等于说这边根本就是市区中的市区了。这边是在向阳路的一个大楼，那这个其实在我们那个时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档、高价位的一个产品。哇，它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真的是非常多的收藏品，而且它这个木质的和室啊，也是做得很漂亮。它这个地毯也很有感觉，它这个不是比较像埃及的图案？我这只狗我以为是真的，那它这个窗户它是用这种采光的，但是它没有通风的。
再来到第二个房间，这个房间的话，它的放的东西又比较多一点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祢豆子。这里是这间房间的阳台，可是也被它改成这个艺术空间。这很多这个美国花生，也就是我们的发财树了。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向阳路。这个商旅这里就是我们那个很大的那个十字路口那里。这间的话应该算主卧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双人床加大，旁边再加一个这个很有风味的这种古色古香的衣柜，再配合这个桌子。这边的话有它的开窗。哦，那它哦，对，因为原本的话窗户不会在床的后面啊，所以它这边后面这边把它封起来，这个位置把它封起来，只留这一边。我们来看一下它主卧的卫浴，主卧浴比较简单，那就是上厕所的空间而已。啊，淋浴的话比较没办法。现在来到公用卫浴，那公用卫浴的话，空间就比较足够了，那也有足够淋浴空间。那它当然，因为它这个卫浴设备的款式也比较原本的，它可以再考虑把它换掉。那我们看一下厨房的空间，它这个冰箱算是蛮大的哦。哦，那而且旁边还有这个空隙，所以等于是说你还可以再买更大一个 size 尺寸。你看一下这边有烘碗机，那这边有电器柜，那这个电器柜也是采用这种木头比较复古风格的这一种摆设。那这边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工作阳台。那所以刚才客厅阳台跟厨房这个工作阳台是同一个，就连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晒衣的空间的话，当然也就只剩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因为它的阳台就是只有这个。那这边有链条可以提供晒衣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荷叶是不是？哦，它的被风吹动了，非常的。通风非常好，所以在这边晒衣服、晾衣服算是非常快就可以干喽。拖到，啊，是的，车位哦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丰原新宿3房加一个车位，目前开价968万，欢迎来电预约商务。